hold on to your dream. Oh, I know you wanna scream. Since the day you're born, you're just a flower on your own, waiting for the sun to blossom.我们是Instagram 上认识的，然后后来认识之后，就因为工作关系，然后所以有一点合作的机会，然后就慢慢变熟，然后就可以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一起出去玩，后来就在一起了。看到你的 Facebook 啊，还有社群啊，都是很多跳舞，然后就觉得跳舞好像非常厉害。就我完全不会跳舞，所以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太强了吧，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舞蹈老师。是不是蛮美的？还不错。硬要逼你。没错。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你哦，就很高。很高。好像没有特别告白，就一个默契。好像就莫名其妙我就被拐走了，这样。是有吗？深刻的事哦，能出去旅游，然后没有特别的安排很多行程，然后但是在旅途中，然后可能找路啊，或是找一些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旅行中也不会特别吵架。其实他还蛮常让我感动，我可能无心说，哎，我去那个什么发廊弄头发，那戴森吹风机好像还蛮好用的。然后过几天他就说，哎，给你，就是我没有特别跟他讲，然后他就会记得这样，这就还蛮感动的。另外一个感动就是求婚吧，就他还蛮精心策划的，蛮用心的，很感动。明明的个性哦。因为哥其实很超好的，因为他就很想惹他生气，但是不知道什么都生不了气。什么叫很想惹我生气？他有一个缺点啊，但这也不知道是缺点还是优点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吃完饭明就说很饱了，然后就一定要去个可能回家经过个 Seven 啊，或是全家，就一定要买个冰啊，藏在后面，然后说我帮你买好水了，然后就藏在后面。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狮子座，因为他有时候太急就会有一点怎么讲，就会有一点焦躁，有些事情啊，当然不是全部的事情，有时候可能他就是自己给自己蛮大压力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好的人，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你放轻松一点，没有这么严重。可是通常他都不会理我。没有啦，就是这几年他真的改变很多，就开始慢慢就转变了。就像我说，可能刚才态度不好，可是他对我还是一样，就是还是用很好态度对我，那就吵不起来了。就是可能有开心有难过，然后也有生气，但一定很更多欢笑，然后也经历过很多事情，就是工作上的转变啊，然后创业啊，然后到现在一起，然后我希望就是未来我们还是要一一的，如果有难关的话还是要一一的克服，然后一起更好更棒，这样。就是你的能力真的很好，我自己觉得，对，那当然就是一些不要个性这么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更好，那当然就是对我可以再更好一点。对啊，然后以后还有很多难关要等着我们，就再一一去挑战，这样。